你好，我是菲比。为了节目内容更充实，我需要上网找资料，但是长时间对着电脑荧幕，眼睛难免感到疲惫。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一杯 Good Morning 紫薯蓝莓十八谷粮，它具有七大活性成分，美味又营养。紫薯富含抗氧化剂，蓝莓和叶黄素能保护眼睛哦。世界再美，也要有明亮的双眼去发掘。Good Morning 紫薯蓝莓最好喝。